小时候，哎，我们跟你们不是一时代的，别，您比我们年轻多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一年只有做一身衣服啊，也太凄凉了。对，一年一身衣服，所以只有过大年的时候才可以穿，而且因为小孩不是长身体吗？每件衣服做都大，嗯，就他怕你一年会长。哇，这个我也有的讲，你也这样？我小时候有一个笑话。家里穷嘛，嗯，我就是大家已经富裕的时候，我家里还是穷。其实主要是我爸抠，他给我买，他不太愿意给我买新衣服。有一次我好像两年级终于有一套新衣服了，我说我这一辈子没有过牛仔服，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买套牛仔服？好想要。那时候我记得还蛮贵的，那时候的300块钱一套，很贵很贵。对，嗯。然后我爸就跟我说，哎，那就带你去买一套吧。终于呢，我好不容易十几年买那一套，嗯，说你去试试吧。给我挑了一个，我才三年级，给我挑了一个成人号 S 号。我穿出来跟水袖一样，他说合适，就是完全很人都看不到，你懂吗？他说我爸，我说这个太大了，就整个人是掉下来。他说哎，这个能多穿两年。好家伙，第二天穿到学校去的时候，就走一步绊一跤，走一步绊一跤，就那样子的。但我爸就哎呦，这个太合适了，就是这个，就让我穿了好多年。但你可以理解那个时代嘛，就是他因为真的是又贵又穷。是是是，哇，后来真的穿了很多年吗？我穿了很多年，后来哦。我小时候过节最喜欢表演节目，因为别人都特别恐惧在那个。你不怕你没有那种被家长特别喜欢，我去了那儿就赶马上就要表演节目，马上就要表演节目，台都没搭好，你就先表演。没有台，就是家里一堆人坐那儿，然后我看人都差不多好了，然后我就赶紧就要开始唱歌了，然后因为你知道，因为每回我只要表演的还不错。然后他们就会偷着给我红包，就是钱就会多一点。因为你一边演就跟看那个看马戏似的，就已经给你钱了，都不用待会儿就说这个啊。但是大张伟真的是有一个我很难理解的和我完全没有拥有的一个优点，是他真从来不怯场。我以前以为的潮是指很新，但是好像现在它有一个固定的样子。我希望它是包容很多内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探索究竟什么是国潮，它不应该是一个神秘的，它不应该是一个传说，它得发生。中国潮音乐节目就在寻找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一条音乐路，就咱们的自己传统音乐要让世界接受，这件事情特别重要。不管现在这个世界新出了什么样的音乐，都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根儿里，根儿是我们的国潮。什么叫国潮？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的选择是非常多的，潮流这个那就是一群人的选择。中国潮音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一个具有更宽泛的包容性的舞台。首先要出战的是张爱东老师的过去未来。我觉得音乐是唯一一个可以突破时间、延展时间的。在音乐里，我们可以永远年轻。就它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血液里，你不知道在任何一个时刻可以再次相遇在那一个点里。我觉得只有音乐有这样的魔力，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点。A 组曲目是《生如夏花》，来自岳玲珑和潘虹。加油！老师加油！跟他们对阵的是 B 组的《新梅花三弄》，来自裁缝铺唐伯虎。这组好看，这组好看。我觉得这两组神仙打架。岳玲珑老师，我们共同的女神。他们已经是大师，他们是神级别的。那个容影卧虎藏龙就是他吹的，就这个。对。各位如果听过如音演奏的话，一定会觉得哇，这个好像比唱歌还要好听。对，林哲他是可以敲不同的打击乐，在声音方面他的全面性非常强。中国的竹笛跟打击乐的组合目前来说还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会做很多实验性的演出，所以我们想做这样的先锋。是冲不淡
时光，我还……他乐感极好，处理得非常细腻。M Pro 每个人单拎出来都是那种特别艺术的。他们是国内就是最先锋的纯音乐乐队。我们目前做音乐的方向是比较喜欢讨论比较民间的一些趣事，能不能盖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放进去。这一轮的经典改编是跟唐伯虎老师。我线上的平台上面的一些自己做的改的音乐，我觉得都是带国潮这种风格在里边。我在抖音上也关注你，是你的粉丝。我能不能回关一下？来看，我先拿一下手机。对，机器关了，你真要回关啊？然后，机器关了，你真要回关？我们三个都有。我真的想要回关啊。咱们的节目确实是高级，把这些人都能请来，各路大神。给对方放句狠话吧，好吧？裁缝铺和唐伯虎都是很厉害的音乐人，我相信你们跟其他乐手 PK 赢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但是今天我们很遗憾你们遇到了我们。哇哦，喜欢他们唱什么花来着？生如夏花。那就看哪朵花先败。那我们就期待了。好，我们把舞台先留给岳玲珑和潘虹。Yes, please. 跟潘虹合作，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很容易一不小心我们就变成伴奏。不知